初めから続きから、まあ、花畑是什么东西啊？花田，花田里犯的错，说好破晓前忘掉。啊，こちらはクリアートのおまけよ。哦，这是让我通关了以后再来看的啊。不好意思，那我不应该过来的。这是哪一朵花呀？反正它有五朵花，它这个胸什么画的有点怪，那就从一开始开，从开头开始吧。能不能设置一下那个系统音量啊？系统音量有点。このゲームは暴力、这个本游戏包含一点暴力要素啊。这个故事是虚造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就大概这样的意思。这是什么？这个是那个作者的一些作品的汇集。就是这五朵花，我看哪个比较符合口不口味啊？这个可以，这个很可爱，然后这个也还可以，那个红的也还可以。能不能设置一下声音啊？風の音が聞こえる。这是男主角的视角吧？風の音が聞こえる。我能听见风的声音。ここは外か。这里是外面吗？Skip message。怎么弄声音小一点？你们听会不会觉得很大声呢？你们听会不会觉得很大声？不会哈，跟我的人声比例合适吗？这样呢？这样呢？这样会不会好一点？这样好。ここは外か。这里是外面吗？僕はやっと外に出られたのか。我终于出来了吗？啊？男主角是个什么人啊？是一个劳改犯吗？目を開けて、打开眼睛。ほら、綺麗な空が見えるでしょ。能够看见很漂亮的天空是吧？精神病人吗？僕の目の前には青い空と花畑が広がる。在我眼前展现的是蓝色的天空和无尽的花田。네，这应该是另外一个声音吧？네，你们知道的，这是你们那个네。素敵な世界、素敵な世界でしょ？是，这是一个很棒的世界吧？この世はとても美しいわ。是一个女生的口吻啊。この世はとても美しいわ。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呢。ここは誰かのための花畑なの。这里呢是一片为了某个人而存在的花田。一人一人が誰かのために咲かせて花の集まった場所。而这里一朵每一朵每一朵呢都是为某一个人盛开的花。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集中这些花的一个场所。それはあなたのためかもしれない。私のためかもしれない。就是里面可能有一朵是为了你而盛开的，肯定有一朵是为了我而盛开的。あるいは彼の誰か，或者说是为了，也有一朵是为了，第三人称别的谁盛开的。あなたも花を育ててみるといいわ。你也尝试着在这里养起一朵花来吧。この花の種は育て主によって全然違う花が咲かせるの。他说这些花呢，会根据养它的主人。就是根据养它主人不一样呢，就长出完全不一样的花。あなたが育てた花はどんな色をし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ね。就你养育起来这朵花呢，到底会长出开出什么样子来呢？好文艺哦，这真的是一个。僕たちはいつも独善でいつだって白状で。他说，我们这些人世间的人呐、妈突然哲学，一直都很。很独行，很独断，很倔强，然后又很白目，就是，还可就很无情。いくつもの罪を犯して、犯したことにも気がつかないで。他说我们总是不经意的犯很多错，犯了错之后呢，又对自己犯的错毫无不知情。
暴力振るえば誰かが傷つくことくらいわかるのに。他说如果我们使用暴力的话肯定会有人受伤，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僕言を吐けば誰かが傷つくことくらいわかるのに。说一些很讨厌的话，明明就是，就你去喷别人，人家肯定会难受，你明明知道的。みんな知ってるのに知らないふりをする。明明你都知道，但是却还是要做这些事情。罪を重ねば重ねるほどに。その妖精が来ることから目を背ける。然后那个罪哈，越加越叠越深重，罪孽越来越深。然后就是假装自己无所谓，就看不到报应会来的那天。加害者であることに気がつかない，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在做的是一件加害者一样的事情。好哲学啊！あなたも知っていたんでしょ？你也是知道的吧？僕らが住んでいるこの世界は、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は、愛している事実すら歪みねじれる世界。就连爱这件事情啊，我们住的这个世界，就连爱这件事情都会被它扭曲掉。強烈に残酷で、很猛烈的残酷。理不尽な世界。这个世界上充斥着各种各样不讲道理的事情。不要害怕，现在这么温馨，你害怕什么？僕には何もない。我什么都没有。夢も希望も金も権力も才能も家族も友達も恋人も。我既没有梦，没有希望，没有钱，没有权力，也没有才能，也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也没有女朋友。何一つ持っていやしない。ただ一人の男だ。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男人。何気ない、いつもの帰り道。就跟平常一样，在回家的路上。明日の僕は何を考えて、この道を歩くだろうか。明天的我呢，又会一边思考着什么样的事情，一边又走在这条路上呢？明日より今日よりも、明日は今日よりも良くなる保証なんて特にもないんだ。明天也没有任何能让我看到会比今天更好的一点的希望。黙って歩く。沉默不语，只是在走路。家までのちょっとした距離を、うずろな瞳をぶら下げて歩く。就是从上班的地方到家里这个地方，这个一点点的距离啊，我就只是不说话，看着自己的鼻子，安静的走着。ふと見た。僕の足元に花があった。我的膀胱瞟了一眼，发现我的脚边居然有一朵花。まだ咲き切っていない未熟な花。是一朵是还没有开出来的雏花。僕と同じだ。何にもなれず、同じ道を行ったり来たりするだけの惚れた存在。他跟我一样啊，就是不会被人家关注，然后也不会成为什么大人物，也不会被就是每天就这么过着自己的日子。他跟我是一样，就很渺小的存在。それはまるで未来に咲くことを恐れる自分自身を表しているようだった。他这个不开的这个样子啊，就好像是很害怕自己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就是会遇见未来自己一样，就不敢去开的样子，很像跟自己很像。その花の名前は、这朵花的名字是。啊，这里出选项了哈。第一个哈，我还去查了一下，我就查了一下资料。第一个是马兹里嘎，是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阿基塞是紫阳花，紫阳花就是你们看过那个有一个番嘛，就是讲那个女孩子变成僵尸了，然后她会吃男主角的吃男主角的肉。在那个里面经常开的那个花叫紫阳花，然后十一三是水仙花，就是蒜会开花的蒜，然后IP 还行，这真的念 IP 是长青藤可以当做算是绿，有点像绿萝吧，但它是那种，我找了一下图片，就是
大概类似常春藤这样子的，就是一般在那个天桥，就天桥底下会种这个东西，然后有点爬藤的那种，然后它会让天桥更稳固还是什么的吧？我看了资料是这样，但它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没有印象。然后这个是阿内莫内是秋牡丹，秋牡丹我也找了一下图片，秋牡丹差不多长这个样子。你说我们选哪一种花呢？应该就是选哪个花，就是选哪个妹子的感觉，就会出现哪个妹子。我们刚才看到封面的那个应该是茉莉花，然后紫阳花是刚才不是出了五个女孩子吗？中间的那个红的应该是茉莉花，然后左边有个蓝色的那个应该是紫阳花，然后这边有个绿的很成熟的那个好像是这个，然后绿的是一个有点傲娇太小姐的那个，第一个茉莉花。save，其实我前面我测试的时候已经玩到这里了，已经玩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我存了一个这个档，那就茉莉花吧。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祭り方，是，它是茉莉花。小さく，こないだのその花は、愛らしく、官能的な香りと美しさで、見るものを魅力する。他就形容一下这个茉莉花，虽然很小哈，但是却让人给人那种很怜爱的感觉。然后它又很香，然后会迷惑人。その道の果てにやがて、その道の果てにやがて、愛の花を咲かせるのだろう。他说他这么一直这么开下去，这就是一句很文艺的话。他会在他的路上开出一朵爱花，文艺文艺文艺。应该没选错啊！我不想选那种很御姐的角色，我想选可爱一点的。这个是作者名字，Charon Presence。然后这朵花在默默的开了起来。你放屁！你骗我！他们茉莉花是长树上的，是不是？茉莉花哪是这样子的？祭り啊，对，就是他，这应该是主角吧，应该算是女一号这种感觉。その元気に満ち溢れた少女，哦，这个是元气少女。胸の奥に秘めた痛い嫌味で，哦，他内心深处还有什么很沉痛的黑暗呢？哈？あなたを誘惑する、他会诱惑你。来，放着我来，我不怕你的诱惑，谁怕谁？哦，这个应该是有点病娇的那种吧。今ここに災害の花を咲かせよう，这是呼应标题的一句话。害怕，我也害怕了起来。我是在你们的唆使之下选的女人哈，要是这女人不行，你们要，是吧？切腹谢罪，哎，怎么是在教室里啊？哦，原来你不是上班族，原来你是个 student。騒がしい、いつもの教室。僕は窓隙の、哦，那是这个教室里啊，这样平常一样吵吵闹闹的。僕は隙間の席で。我在这个角落落里头的阁楼楼里头的这个位置啊，看着窗外，这不是主角位吗？他知道怎么笑，嘻嘻，你又来了，ねえねえ、さっきの話、本当？刚才你们说的那些是真的假的？何って、とぼけないでよ。啊，你还问我是什么事？你不要装傻啦！さっき什么？雪丸くんと話してるの聞いちゃったんだから。你不要装傻，我刚刚听到你跟那个雪球君说的那些话了。好
きな女の子のタイプでしょ。你们在讨论喜欢的女孩子的类型，对不对嘛？さっき話してたろ。你们刚刚不是说这个吗？明るくて元気で女の子がタイプって。你们刚刚不是说了你们喜欢那种就是又明朗又元气活泼的女孩子吗？そういうことだろ。是这样的吧？それなら、那么的话。ほらほらここ。你看这里，看这里。ここにいるじゃん。这不就是老娘吗？僕だよ、僕。这是我啦，就是我啦。他为什么要自称僕啊？僕一般是男孩子啊。僕なんてすごい元気だよ。你看我老娘，贼他妈的元气哦。明るいし、愛想もない、愛想もいいし。但是我这又爱笑，然后又活泼又元气。君の理想とぴったりじゃん。不是跟你那个理想中的类型一毛一样吗？出た。この女の子は祭り。这个女孩子名字叫茉莉。僕のクラスメイトだ。她是我的同班同学。同じクラスだけど、もちろんあんまり喋ったことはない。虽然她跟我同一个班，但是我几乎没跟她说过话。所以她不是在跟我说话吗？ねえ、ちょっと。我跟你说，我说啊，無視しないでよ。你不要无视我啦。ひょっとして、イタロー君、啊，他真的跟我讲话呀。ひょっとしてイタロー君、难道太郎大郎你僕のこと嫌いなのかな？难道大郎你讨厌我吗？哦，我你真的在跟我说话呀？完了，这要怎么选？我存一下。ダマレブだ。你闭嘴，你个臭母猪。お前のことじゃない。啊，我说的喜欢的类型才不是你这种啊。我靠，这两个选项只是一个很没有素质，一个稍微有点素质，但是实质上其实不是一样的吗？怎么办嘛？哦，你们好过分，你们就这么跟女孩子说话的？闭嘴，你个臭母猪！打骂也不的。でもさ、但是呢，伊达拉根的卡诺就伊奈的哟。大郎，你不是没有女朋友吗？哎，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生气？那拉伊讲卡，那不是正好吗？僕と付き合ってみない？要不要跟我交往试试啊？僕と一緒にいたらきっと毎日楽しいよ。你跟我在交往的话，你肯定每天都会很开心的。怎么办？お断りだ。我拒绝。僕の肉便器になれる覚悟は？我知道你们相信什么。这游戏有病吧？好吗？好吗？反正我们都。这我们既然已经一开始就做了一个很没有素质的选项，那我们就要当一个没素质的人当到底，好吧？除非老子都变成的觉悟呢，给我看看。なるなるなります。有的有的，我会成为的。愛しいのイタロ君のためなら。啊，如果是为了我亲爱的大郎的话，我可以。对。何言わせてんの？你害我说出了什么话？女の子なのに、女の子に、イタロの変態。我明明是个女孩子、大郎你个变态。这个游戏有毛病。もう、才生气了、讨厌。なんだよ、真讨厌。イタロのバカ野郎。大郎你是马路野狼。僕がこんなに頑張って話しかけてるのに。他说我这么努力的跟你搭话，你居然跟我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僕君にぴったりだと思うんだけどな。
我确实觉得我当你的女朋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そうだ。对了，じゃあこういうのはどう？干脆我们就这样吧。お試し期間とか、给我来个试用期，好不好嘛？冗談だよ、跟你开玩笑的。僕は至って真剣ですよーだ。我超认真的。それって、あのさ、イタロくん、ダラン、明日暇？你明天有空吗？よかったら、如果可以的话，僕とデートしてみないかい？不，他这个一直叫，他一直自称 boku 啊！你知道日语当中男孩子才会自称自己 boku，就大部分来说，男孩子就极少数的女生会叫自己 boku。我就觉得有点危险，你怕不是个女装大佬？我有点怕。那如果你可以的话，明天有空可不可以跟我一起约个会啊？ほら，来嘛来嘛！明日さ、授業午前中だったじゃない？他说明天那个课不是就上到中午嘛，中午就放学了吗？なんだよその顔。什么？你表现怎么一脸不愿意啊？你这样一星期的应的哟，就一天嘛，就一天试用期什么的就算了，我们就当一天。一星期だけ。ね？可以，可不可以嘛？就一天嘛。お願い。拜托了。这怎么办？一星期だけだからな，老子就给你一天的机会。喜んで。好，就是第二个是有点舔狗，第一个是还是素质很差的那种。老子就原谅你一天，咋办呀？这咋选啊？完了，我存档他妈越来越多，他的选项也太多了吧？那就一天吧，大爷一点。本当に？真的吗？やったー！成功了！ありがとう、イタロくん！谢谢你，大郎。約束だよ！我们约好了哟。じゃあ、また明日ね。那明天再见了。バイバイ。莫名其妙给你调个女朋友啊，你不是一个拿尼莫奈尔的哥吗？大郎，你不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男人吗？你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嚣张？僕は、なんだかんだで、祭りとデートする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った。总而言之呢，七拐八拐的，我最后就变成要跟茉莉约会了。ゴリ押し感がすごいけど、仕方ないか、一日だけだし。虽然有种被他强拉上贼船的感觉啊，但是没办法，反正也就才一天。そんな僕の心境を察することなく、祭りは嬉しそうに帰っていった。他说他好像并没有察觉我这种很不情愿的这种心情，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就回家了。威吗？害怕吗？你们这就是明显的那叫什么？宅惯了，直男直惯了是吧？天天就觉得没有女孩子喜欢，没有女孩子喜欢，然后一旦有女孩子对你示好，你就觉得妈的，她是不是要佛跳墙？她是不是要偷我的肾？她是不是缺台 iPhone？要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就是喜欢你的女孩子出现的。我操，好合适的家哦！这是我们自己的家吗？为什么有两张床啊？哎，这个臭男人嘴上说的，这个大郎嘴上说的，我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男人，但是自己在家里却布置了两张床，是为了以备什么不时之需吗？但是你这个也不太对啊，那中间这么大一个坑，就算拼起来激烈一点，那坑还不是就出现了，两个人都会掉下去。今日はなんだか疲れる一日だった。今天感觉好累啊。なんかといえば祭りのせいだろう。如果要说原因的话，应该就是因为那个闹腾的茉莉吧。明日もあのうるさい女に言い寄せられたと、もう先思いやられる。他说明天又要被那个很吵闹的那个女人啊，闹腾的女人呼来唤去的，一想到就觉得头有点痛。僕はああいう軽い女は好きではないんだ。我不喜欢那种太轻率、太轻浮的女人。人家哪里是轻浮啊？と僕のことを見ていてくれるような純粋な女の子が好きなんだ。我喜欢那种默默的、默默的、一直就是安安静静的、一直注视着我的那种女孩子。你想得好，有就不错了。
まあ、僕の大好きな深夜アニメも見たし、啊，我刚刚也看完了这个深夜 anime， 深夜 anime 不是李帆吗？你能不能说直白一点？李帆，刚看完了李帆，干脆就睡觉吧。嗯？この違和感は何だろう？为什么会觉得有点不太对劲？視線を感じる。我感觉到一股视线。啊？啊？気のせいかもしれない。可能是我的错觉吧。僕は布団に潜り込んだ。我用被子把自己盖了起来。我被子里有东西吗？不要吓我。不要吓我，不要吓我。不要吓我，不要吓我，不要吓我，别吓我。挺可爱的呀。这么可爱，嫌弃啥呀？我就喜欢这种元气点的女孩子。音乐不太对了，我感觉不太对。ここか、ここが伊太郎の家なんだね。这里就是大郎的家吧。一人暮らししてるんだね。大変そうだな。他是一个人独居啊，好辛苦哦。僕に何か手伝えることはないのかな？有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帮上他的忙呢？僕は君の力になりたいんだよ。我想能够成为你的一股力量。伊太郎君，大郎。ねえ、伊太郎くん。な、タラン。伊太郎くんは、僕のこと、あ？这里打了一个叉，这个字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猜是以这个句子来猜，应该是爱。伊太郎くんは、僕のこと、愛してくれるのかな？タラン、你会不会爱我呢？不知道是不是爱，他打了一个叉。留了一个悬念，我想了一下别的词啊，我想了一下那个就是透啊之类的东西带不进去，透这个字带不进去。祭り卡，他的名字叫做茉莉茉莉。不行，别的词都不太带得进去。爱してくれる，这爱这个词是最能带进去的。咱们现在是个苗是吗？她是个茉莉花精呐、啊，这个女人肯定是个茉莉花精。デートだデートだ，约会约会。今日は望んでもいない祭りとのデート。今天是我根本不是那么期待的跟茉莉花的约会。しょっぱから大げさ、彼女にいろいろなことに連れ回されていた。一開始就被他带到各种地方跑来跑去的逛。疲れる。然后我们这个有病的大郎哈，因为今天没喝药，有点累。ねえねえ、伊太郎くん、大郎大郎。昨日の深夜、アニメ見た？你昨天晚上是不是看李帆啦？めっちゃ面白かったよね。那个李帆好好看哟。操，好恐怖！見てない、無視，就不理他，不回答他的问题。然后第一个是强行狡辩说：“老子没看，没看。”咱们素质差一点吧，没看。诶？見ていないの？你没看吗？本当に？真的吗？哼！あのさ、イタル君。我说你啊，大郎。什么？つねってくれないことつまんないよ。他说你不是，你不跟我搭话，这样很无聊呀。
デートだよデート。这可是约会啊约会，もっと楽しくしよう。我们应该表现得更开心一点啊。ねえ、うて、組んでいい？我可以挽搂着你的手臂吗？啊，说聞いたらやったって言われちゃうから勝手に組んじゃおった。好了，既然我已经开口问了，你拒绝也不是个理，我就直接不听你的回答，直接搂上了。可以可以的，他就开始搂得紧紧的。あれ？やがらないんだ、イタロ君。你居然没有反抗哎，大郎。呵呵，もしかして？难道你，イタロ君？照れなのかい？原来你是个傲娇。あれだよね、イタロ君ってほら。真的じゃないでしょ。你肯定是傲娇啦。ねえねえ、イタロ君、僕のこと好きかい？大郎，你喜不喜欢我呀？ねえ，你说嘛。やっぱり付き合おうよ。你刚才就跟我交往嘛。だって僕も、因为我也君のこと好きなんだよ。因为我也好喜欢你呀。嗯。就是好，嗯，就一个嗯，然后骂呢，还行吧，这都是什么东西啊？选哪个啊？这个是嗯，还行吧，这个是嗯，咋办？还行吧？哎，我们不要一直激怒他，你们一直在怂恿我激怒他，我有点怕。そっか、よかった。僕嫌われてるかと思っちゃっていたんだよ。我还以为你会讨厌我呢。原来我还行啊。啊，改めてよろしくね、大郎君。那么我们就开始交往啦。从今以后，请多指教了，大郎。这个女人就怎么样都不生气，反而让人觉得很恐怖。就这种不生气。这也太恐怖了。送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谢谢你送我回家。イタロ君。今日は楽しかったよ。今天跟你约会好开心啊。でも、終わっちゃったね。今天也要结束了。ちょっと寂しいね。有点感觉很寂寞、很落空呢。ねえ、イタロ君。また、こうして一緒に遊びに行ってくれる？你还会像今天这样带我一起出去玩吗？もちろん，当然会。看到就打开了呢。你是我女朋友，我当然带你去了。哎呦，这突然就，这两个没有区别吧？那就行嘛，谁叫你是我女朋友嘛？这不用翻译了吧？じゃあまた明日学校で会おうね。那我明天就学校里见啦。到这里还蛮甜的，感觉事情不太对。まつりは小走りでかけていく。他一边小跑一边就走了。でも途中立ち止まって振り返った。然后中途还跑了一半，回头看了我一眼。不用翻译啦，また明日ね。拜拜。祭りは大きく手を振っていた。他就很夸张的在那挥手，向我挥手。僕も手を振り返す。我就向他回手。祭りは見えなくなるまで手を振ってあげようと思った。我打算一直到我看不到他，一直对他挥手。祭りが可愛いだなんて，我居然觉得他可爱了。
不过そんな風に思ってかもしれない。我好像有点觉得他，渐渐的觉得他有点可爱了。哇，你这个人都这样了，才觉得他有点可爱，才渐渐的。为什么你们老是梗马自立啊？马自立是个什么梗啊？今日は、意外な一なんだ。今天还挺累的。祭りからメールが来る、那个茉莉给我发了短信。電話着信も、还有未接来電。それもたくさん、发了一大堆。多い時は1時間に 10回くらい。他说、多的时候呢、1个小时有10次。内容は僕のことを心配してる。内容都是些关心我的话。大丈夫？大丈夫之类的。今何してる？在吗？在干嘛？之类的。というものがほとんどだった。基本上都是这些东西。実を言うと、祭りとアドレス交換したオペはなかった。但是其实我仔细想哈，我从来不记得我有给过他我的电话号码。でも、もうそんなことはどうでもよかった。但是这种事情，管他呢，管他有没有那个交换过的，随便他去了。可能只是我不记得而已。祭り、茉莉。少し誤解していたかもしれない。我以前对你可能有点什么误解。就以前他觉得他是个轻浮的女人啊。軽い女だと思っていたけど、ちょっとは可愛いところもあるかもしれない。以前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轻浮的、很 open 的女人。但是相处了之后发现，说不定你还是有，好像还有点可爱。この気持ちは一体何だろう？或者这份心情到底是什么呢？祭りの笑顔が頭から離れない。他说他的笑容啊，我无法，他的那个笑很元气的那种笑脸，无法从我的脑袋中离开，一直缠绕在我的脑海里。僕は祭りのことが好きなのかな？难道我已经喜欢上他了？僕はなんだかムラムラしてきたので、我心里有点坐立不安。寝る前に一回やっておくことにした。啊？因为我心里有点焦躁不安，所以我打算睡前来一发。哎，你们别问号，我刚刚也是一边挠头一边满脸问号啊！不要问号，我满脸。来了来了，茉莉花的视角。这个女人今晚是不是又露宿在我家的空调机上？操！不要吓我啊！嗯，哈，哈，就是一些那种喘息声。イタロくん、大郎啊，你们懂的，イタロくん好き，好喜欢你。大郎茉莉真是天生绝配，你们俩这干的事情差球不多。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说的就是这个。授業は終わってもう放課後だ。下課了。帰ろうかなと思っていると祭りが
歩み寄り添ってきた。我一边想的说，嗯，要不回家吧。然后这个时候茉莉花就走了过来。伊达拉君，一緒に帰ろう。咱们一起回家吧，大郎。人目？难道你还在意别人的眼光？そんなの気にしなくていいじゃんよ、だよ。もう、不要在意不就好了吗？だって僕たち、付き合ってるんだし。因为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在交往了呀。今日も松井と一緒に下校する。今天有跟他一起回和一起放学。僕たち本当に恋人同士みたいだ。我们两个真的好像情侣一样哦。あれ、イタルンクって、あ、唐揚げ？唐揚げ？あれ、イタルくんって、また唐揚げなんだ。你晚饭怎么又吃炸鸡啊？スマホに買えないの？ん？スマホ？スマホ什么？スマホに買えないの？他说你的那个你的那个手机啊，你的那个破电话，要不也换成智能手机，换个 iPhone 吧。지단이노리오크레드시마요，不然你就要变成老古董了，你跟不上时代了。啊哈哈，妈，僕も唐揚げ。哦，唐揚げ是那个翻盖手机，不是唐揚げ，不是炸鸡。他说你怎么还在用翻盖手机？他说你要不要换一个那个 smartphone。就是智能手机，他说没，不过我也是在用这种翻盖手机啊。もっと大切に大切に粉粉に粉砕けて壊れるまで使ってあげなくちゃ。他说，因为我不换手机，是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哈，自己有的东西啊，都要非常非常重视、非常重视的去使用，一直用到它粉粉碎碎，用到它坏了为止，不然我都不会换。我感觉这个女人在说我。我操！人間も同じだよ。人類也是哦。大切に、大切に、粉々に砕けて壊れるまで。他说人類也是应该这样用。要非常非常尊重它，非常尊重的使用它，一直用到它粉碎了、坏掉为止。あ、なんでもない。我什么都没说。ねえ、イタロ君。他又叫了我一声，我们要应他呢，还是不说话呢？还是回他什么？干嘛？好き，喜欢你。言うと、什么？言うと思ったでしょ？你肯定会以为我想跟你说这个是吧？嗯，だね。じゃあもっと言う。你是不是早就猜到我跟你说这个？那我就要说更多。イタロ大好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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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タロ大好き。疲れた。讲累了。ねえねえイタロ君、僕頑張ったよ。当然我很努力的哦。いい子にして。いい子いい子にして。我努力在做一个乖孩子哦。よしよしよし，我们就奖励他摸摸他头，还是很敷衍的。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好的好的。熊猫脸，熊猫头，比个 OK， 知道了知道了，再说就烦了。这两个谁哪个？哎，你们怎么又开始一了呢？不是要咱们要当一个高冷又没有素质的男人吗？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ありがとう。イタロイタロくん。じゃあ次はね。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应该要干这个了。就要亲亲，就是的，亲我，吻我。点点点，这个是什么？这是亲上去还是不说话呀？然后这个是カタナイナ，真没办法呀。亲还是不亲啊？我不知道他这个点点点啥意思，是当个木头人不做动作，还是闭嘴亲上去？哎，这个选项很暧昧啊。第二肯定是亲，不
学你自己来。这个点点点应该是让他自己来亲我吧。啊？啊？操，那个点点点原来是投怀送抱。那个刚才那两个选项，第一个点点点就是啊，就听他的就亲上去了，然后第二个选项是，哎，没办法，那就亲嘛。就第二个其实更不愿意一点，我们应该选第二个。啊，大狼啊，更多，我要更多。不可能，难懂吗？难懂吗？お互いをの愛を確かめな。我们一次又一次确认彼此的爱。ずっとこの時間を続けばいいのに。要是这个时间能够一直持续下就好了。不过そんなことを考えてしまっていた。我居然心里有这种想法。不是这个文字，你说我要是好好配，那直播间不就被封啦，是吧？老子不是配不出那种色气又可爱的女孩子，只是我不能配，配出来就没了，直播间就没了，好吧？只能这样处理了。気がつけば僕は祭りのことばかり考えている。我突然发现我最近脑子里全都是在想茉莉的事情。初めての彼女。というのもあるかもしれない。说不定，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でも僕は本当に祭りに恋しているだろうか。不过我好像确实真的有点喜欢上她了。ただ恋に恋しているだけなのかもしれない。或许我又只是。对于恋爱的这种感觉，我只是爱上恋爱的这种感觉而已，我喜欢的并不是他，自己也不确定。でもそれでも構わないと思った。但是就算是后者也没关系，我觉得无所谓。今はただ祭りが好きなんだ。反正现在我心里有种，就算他是错觉也好，反正我现在心里的感觉是我喜欢茉莉。祭りを愛してるんだ。我爱他。また視線を感じる。我又感觉到了视线。祭りを話したあの日からずっと僕を見ている気がする。总感觉就是第一天跟那个茉莉搭上话那天开始，晚上一直在家里有一个什么人在看着我。この視線は一体なんだ。这个视线到底是什么呢？泥棒？小偷？ありえない。不可能。まだずるずるはしっかりしてる。反正我窗户啊、门窗啊都锁得好好的。僕は気にせず眠ることにした。我打算不去管他，睡我的。你们别威好吧？说不定人家就是一个纯纯的、甜甜的，只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变态的小恋爱故事。人家都说是粉切黑，茉莉又不是粉的，茉莉是红红火火的发型。一大罗哥，你要干嘛？一大罗哥，一大罗哥，哈，もっと強く抱きしめて，再抱我抱紧一点。一大罗坤，大郎，僕が壊れちゃうくらい強く，用那种把老娘快要抱碎、把老子抱坏的那种力气抱。お願いだよ、求求你了。ねえ、僕を壊していたる君、把我弄坏吧、大郎。いたる君、好きだよ。もっと強く、这是这个字怎么念？締めて。もっ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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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っと。哎，好糟糕。这个码不用打，这个码打了看起来好像没穿裤子一样，人家穿了。啊，你看这个花已经开出了花蕊了，花蕾还是花蕾？不对，他妈的已经开了，开了好血红，好吓人。
然后开出一朵妖花了，是不是我的选项选错啦？哎，都怪你们，什么烂选项，这不对啊，开的一点都不漂亮。今日は休日だ，今天是休息日，もちろん学校はない，所以学校没了，不对，所以不用去上学。祭りに会うことはできない，所以见不到他了。你不会私下约一个吗？寂しい。なんで思ってはいけないと考えつつも、祭りの笑顔が頭に浮かんでいた。觉得好寂寞呀，觉得不应该这样想，不应该这样想。但是茉莉的那个笑脸哈，从我的脑袋中挥之不去。祭りに会いたいんだ，我好想见他。咔当。什么东西的声音？なんだ？啥声音？確かに今床の下から物音がした。刚才床底下有什么声音？操！到家里来了，我警告你们两个小年轻，给老子健全一点。僕はようやく視線の正体を突き止めることにした。我终于找到了。总是看着我的那个视线啊。哦，还行。哦，有看到下，不是床底下哈，是地板，是地板的下面。我刚刚翻译错了。誰がいるのか？谁在楼下？いるんだろ？出てこいよ！你是不是在那里？给老子出来！哦，这个比较缓。誰がいるのか？谁在那呀？这个比较柔和一点，然后这个比较凶啊。いるな！出てこいよ！给老子出来，滚出来！咱们凶一点还是温柔一点？我们教他母猪，他那么兴奋，我觉得我要骂一骂他。给老子滚出来！没有了，这样子只是这样，没什么东西看，你们不要激动好吧？还没。然后没有回应，気のせいか？难道又是我的错觉？僕は諦めて部屋に戻ることにした。我就放弃了，就回到家里。その時だった，就在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通。僕の頭後ろ頭部に鈍い痛み。我的那个脑后勺被人敲了一下，好痛。那应该挺健全的吧？我警告你们啊，你们这对男男女女的，给老子健全一点。僕はしばらく気を失っていたようだ。我好像失去了知觉。目の前に光が見える。眼前看到了一点光。我昏过去了一会儿。蛮健全的啦，你们看吧，就这样而已。おはよう。イタラ君，早上好啊，大郎。気分はどう？你身体感觉怎么样呢？这个笑好吓人。僕ずっと見てたよ。我一直在看着你哦。イタラ君のこと。你那个字幕。这个字幕条不要消失，你不消失还能当我就是当做一个挡码的。啊，気づいてたんだね。你是不是已经发现了呀？じゃあ全部知ってるのかな？你是不是全都知道啦？イタロ君は、僕はね、イタロ君のことずっと見ていたんだよ。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一直都在监视你啊？君の家の床下でずっと息を潜めていたんだよ。我一直躲在你家地板底下，然后屏住呼吸。イタラ君が僕のことを好きって言ってくれたあの日から。就从你对我说你喜欢我的那天开始。知っているよ。僕は君のすべてを知っているよ。
我知道你的全部的事情哦。電話番号もメールアドレスだって。君の誕生日も家族のことも過去にした悪いことも。我知道你的电话号码，知道你的邮箱地址，知道你的生日，知道你家人的事情，知道你过去做的一些坏事。伊达郎君のことなら何でも知っているよ。只要是你大郎的事情，我啥都知道哦。勉強するのも、お風呂に入ってるのも、トイレに行くのも、ご飯を食べるのも、歯を磨くのも、全部。就是你学习的时候、洗澡的时候、拉屎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你刷牙的时候、我全都看着。あの場所なら、伊太郎くんの行動がすべて見通したの。就从我的那个角度看过去啊，你所有的行动都在我眼皮底下。え、すごいでしょ？老娘是不是超屌的？もちろん、僕の名前を呼びながら、オナニーしてたことも知ってたよ。包括你一边叫着我的名字，啊，一边的事情我都知道。嬉しいよ、伊太郎くん。啊，老子好开心。嬉しい、僕たち本当に愛しているんだね。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呀。伊太郎、我知ら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けど、僕も一緒にオナニーしてたんだよ。虽然你不知道哈。我跟你是一家人，一丘之貉，一毛一样。翻译不下去了，我要辞职了。昨天的僕どうだった？昨天的我怎么样啊？すごく気持ちよかったでしょ？不翻译了，我辞职了。特別な夜だったんだよ。那一晚好特别啊。ねえ、すごいことだと思わない？你不觉得很牛皮吗？世界中で君だけが僕のエロい姿を独り占めしているんだよ。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厉害吗？就是全世界中只有你一个人是吧，能够独占我什么不太好的那个样子。伊太郎君、どうしたの？怎么了，大郎？そんな顔して僕を見ている伊太郎君は素敵だよ。他说你用那种眼神看着我的大郎很棒哦。好きだよ、大好きだよ、伊太郎くん、愛してるよ。伊太郎くんも僕のこと愛してるよね。你是不是也爱我呢？我好喜欢你哦。我知道出选项了。愛してるよ、祭り、我爱你。我爱你啊，茉莉。お前なんか嫌いだ。妈，这个女人神经兮兮的，我讨厌你。咋整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我说我爱她，她这个女人肯定要把我怎么样？她会更加的火上浇油，会更加的病娇，以后就摆脱不了她了。然后如果我说我讨厌你，她当下就会把我给解决了。我能不能先假装喜欢她，然后？事后之后慢慢的再想办法甩他。饿吗？お前このなんか嫌いだよ，人家讨厌你了。哎，你终于健全了。嗯。哎。啊哈哈。それでさ、それって祭りはいらない子ってことだよね。你那句话的意思是说，茉莉是不被人需要的孩子吗？啊，祭りはいらない子だね。我是不没人要的孩子。いらない子ってことはもう生きている価値もないよね。我是没人要的孩子，那我是不是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啊，这是当麻吗？这谁的手啊？操，你这也不太健全，哈哈，你这也不太健全哈。这自己打自己吗？哦，他在打自己。
不要这样呀，你们看不到，你知道他的那个嘴里的那个血啊越来越多。有没有连按空格键阻止他？自动选项，给我来一个，给我来一个！别打了，别打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再打人要杀了，不要了。ほら、見て、君の嫌いな僕が傷ついてるよ。你看你讨厌的我受了这么重的伤，楽しいでしょ？你很开心吧？ほら、楽しいでしょ？你很开心吧？啊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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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嘿嘿嘿！马茨里娃自分で自分の顔殴り受けていた。你这是什么什么曲？这你是个武林高手吧？我尝试着锤炼我自己的一拳，我根本不会吐血。什么样的女人才能自己把自己打吐血？それはとってもおかしい光景だった。说眼前这一切看起来非常的。滑稽，不是滑稽，就是非常的鬼怪。狂気に満ちた祭りの顔がずっと僕の目を奪っていた，就是我的视线无法从他的这张充满狂气的脸上移开。僕の体を動かせない，我的身体动不了。手も足も動かせない，手脚也动不了。僕は手足に，我的手脚就像上了铅一样。祭りの自虐を止めることもできず見ているしかなかった。我被他吓得一动不动的，然后整个人都硬了，然后无法阻止他，就只能一直看着。いや、見せられていた。我是强行被他逼着看的。然后你要干嘛？痛い。啊，喊痛了！一代，唱出忐忑来了。打个滴，打个哆，哒哒哒哒哒哆，打个滴，打个哆。啊，そうだ。ねえ、もう一生イタロクに振られることのない、このおっぱいも存在価値がないよね。あ、对了。反正你讨厌我，然后我这个，对地，还是对义，我也不知道，反正也失去价值了，是吧？反正你一辈子也不会碰，所以它也没有存在意义了。つまり、そういうことでしょ？是这么回事吧？こんなのどうじゃい？こんなのどうじゃい？这样东西就拿掉吧。好，你要出牌了。啊，这是我们的伊塔罗吗？这是我们的大狼吗？求求你健全一点。等等，我先挡一会儿，看看有什么东西。哦。祭りは楽しそうに僕を見せつけるようにして。他很开心的让我看着这一切。ぬるい。サバイバルナイフで自分の胸を刺し落とし始めた。然后他突然拿出一把刀开始削。他跟削笋一样开始削。痛いな、イタロ君。どう、楽しい？你看着开心不？痛いよ、イタロくん。ハ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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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ハ。哎呦，听到一声好厉害，这好像踩到了大便一样的声音。啊，这是一个结局吗？祭りは自虐を繰り返し、僕はそれ見てるだけ。这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结局吗？祭りの自我不可能靠你かかる，就是他一直在自虐，然后我们只能看着，然后他的血洒在我的脸上，然后呢？不过啊，马吉里奥斯库内斯库耶奈，我无法拯救他。谁叫你是个素质极低的渣男？不过啊，马吉里奥嫌いと言った，我居然对他说了我讨厌他。
你也是红头发，你们是兄妹吧？一度は好きと言っておきながら嫌いなんて言ってたんだ。曾经说过一次喜欢，然后现在又说出讨厌这种话。救う権利なんて僕にはなかったんだ。我没有去救他的权利啊。回档回档，可以回档的。軽々しくそんな言葉を吐いたことを後悔しながら、我对于自己那么轻率的说出这些话，非常后悔。僕は最後までそれを見ていた。我却无能为力，一直看着眼前这一幕，一直看到了最后。涙が溢れて止まらなかった。我哭哭哭哭哭，停不下来。ごめん、まつり。对不起，茉莉。都怪你们！僕は君のことを何も知らなかったんだ。我一点都不了解你，我不知道你是这么变态的女人。不，后面这就是我家的。そして何一つ、分かってあげられなかった。我又没有尝试的要去了解你。是不是已经走到一个 ending 了啊？是的，是的就好。不要给我来个，是吧？回马车。啊，どれくらいその苦恋が続いてたら、他说这样的痛苦还会继续持续吗？祭りは僕に体を忘れて死んでいた。啊，对，然后他失着了。那废话，这不失着。哎，这个女人病症很奇怪，自残的病症。祭りは無情な瞳でこちらを見ている。她空虚的眼睛看着这边，你不要画出来，不要画出来，求求你不要画出来，不要画出来，不要画出来。我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差。僕は君に壊されたかったんだ。我想被你弄坏。那我们不就圆了他的梦吗？你快一点，你结束没？让我回档，我不要再看这么悲伤的结局了。まつりがそんな風に喋っていた気がした。我好像听到了，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我听到茉莉说出“我想被你破坏”这种话，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空耳。我不要看这种bad end， 强烈的残酷，然后不讲道理的世界。可以，我读个档。続きから、这里吧。愛してるよ、祭り。我爱你。啊。健全了就是好好妹子。僕も、我也喜欢你。イタロン大好き。ねえ、イタロくん、チューしてもいい？可以亲亲吗？いいよ。し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可以よ。第一个是可以的，第二个是求求您了，求求您了，亲我吧。第二个很舔狗啊。那就可以吧。イタロ君、不思議だね。我们连这个女人的过去发生过什么都不知道，不能让她这么就死掉，得看看她到底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どうして好きな人にチューしたくなるんだろうね？大郎，你不觉得很不可思议吗？为什么会想要让喜欢的人亲自己呢？これって永遠の謎だと思わない？你不觉得这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吗？素敵な素敵な永遠の謎だよ。一个超级超级超级美妙的解不开的谜。僕も一太郎くんも死んでもわからないんだ。我们两个到死肯定都不会理解这到底是为什么。あ、イタロくん。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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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为了防止我的误解，我先看一下下一句啊。
哦，他刚刚问说，太郎，要不要？然后说，打咩？然后又说不行，動いちゃ，不可以动。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刚才那个是我不懂的一个单词，反正也是一个厉害的东西。Q 啊啊，他说，他说你不要乱动。Q 啊，僕がリードしてあげるんだから，今天老娘是。我今天是导游，对，我翻译的隐晦，我今天是导游。なんで、後でいっぱい好きにさせてあげるからね。我先当你的导游，然后待会你再当我导游，好吗？伊太郎君、僕を抱きしめて。抱抱我。僕は祭りを。啊，そしてその体をキュートが抱きしめた。我把他抱得紧紧的。祭りは答えるように僕をキュート。他就像回应一样，回应我一样，也把我抱得紧紧的。啊，やっとこの時間が来たんだね。终于迎来了这一刻。もう何度も夢に見たかわからないよ。我都不知道梦见过多少次了。やっとイタロ君がやっと僕のものになってくれるんだ。终于大郎你变成了我的东西。ずっとずっと君を見ていたよ。我一直在看着你。ずっと一緒だよ。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哦。もう君の心は僕のものだね。你的心已经完全是我的东西了。僕の心も君のものだよ、イタロ君。我的心也完全是你的东西だ。愛してるよ、愛してる、イタロ君。大好き、イタロ大好き、大好き大好き。啊，这女人也太腻了。我还撤回前言，我前面说我就喜欢这种元气的女孩子，对吧？我不喜欢这种太腻的女孩子。僕は君のお嫁さんにして。娶了我。永遠に離れないで。永遠不要离开我。必ず僕が幸せにしてあげるからね。一定要让我幸福。ね、知ってる？イタル君。你知道吗、大郎？大好きな人を壊すのはたまらなく快感なんだよ。事情不对。他说：“你知道吗、大郎？”把最喜欢的人弄坏这件事情是超级有的哦。僕はずっと壊してきたから。だから。他说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坏坏的状态啊，我一直是一个不是很好的状态，所以你要跟我变得跟我一样变坏吧。哦哦，还正常，可以，还没有往那个方向发展。他意思就是说，恋爱的人头脑会有点不正常。他说我已经是进入这种因为恋爱所以脑子有点坏掉的状态了，所以你必须跟我一样，就是跟我变成一样的恋爱脑，就是俗话说的一孕傻三年，大概那种感觉。不过一生忘れないくらい強烈に君の記憶に。焼き付いてあげるから。我会让你一辈子都不会忘掉我会把我自己印在你的脑子里。僕が君の中でずっと生きていられるように。我会让我一直活在你的心中。你这是要走了吗？你这是遗言吗？それでね、イタロ君、お願いがあるの聞いてくれる？我有个请求，不知道你能不能听一下。嗨嗨嗨，这有什么区别吗？嗨，听。ありがとう。僕の首を絞めて。啊，拧住我的脖子。聞こえなかったのかい？你没有听见吗？じゃあもう一度言うよ。那我再说一次哦。
太郎くん、僕を壊して。大郎，把我弄坏吧。字面意思搞坏啊？物理破坏啊？物理破坏啊？马吉里瓦苦日瑟尼是的一大个。莫莉因为很痛苦发出了奇怪的声音，抵抗する素振りも見せなかった，但是他却没有一点抵抗。你把这什么？我就很听从他，拧着他的脖子。何か話したそうにしていたので、僕は少しだけ手の力を緩めた。他好像想说什么，我就把手的力气放松了一点点。伊太郎くん、素敵。啊，这女人好奇怪啊。もっとして、もっと。再来。用点力。茶用力一点。もっと、伊太郎くんに、首絞められたいの。我想被你掐得更用力一点。気持ちいいの。这个我不翻译了。啊，もっと強く締めて。你再拧得用力一点。伊太郎くん。分手，再见，我觉得你有病。僕が壊れちゃうくらいに強く。把我拧到物理破坏。那么用力，快拧。お願いだよ。僕を壊して伊太郎くん。伊太郎くん大好きだよ。もっと強く僕を壊して。快更用力的物理破坏老娘。愛してるから。分手，你有病。你不是个正常的娘们儿。僕も祭りも無我夢中だった。我们两个人都很投入。为什么嘛？僕はただ強く祭りの首を絞めていた。我只是一味的越拧越紧，把他脖子拧得很紧。それからどれくらいの時間が経ったのかわからない。后来我也不知道拧了多久。僕が帰った時はもう遅かった。当我回到自我的时候，已经晚了，迟了。それは一瞬だだ。那就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他被拧爆了，拧出汁了吗？ただ分かるのは幸せな時間は過ごしたということだけ。我甚至没反应过来，只觉得好像过了一段很幸福的时光。你也有病。気がつくと祭りの息が絶えていたんだ。我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断气了，他已经嗝屁了，他已经。大好きな人を壊すのはたまらなく快感なんだよね。我突然想起他说。把自己最喜欢的人破坏掉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快感的一件事情。我突然想起来说的这句话，マジの言葉が浮かんだ。他这句话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僕は後悔はしなかった。我一点都不后悔。幸せだった。老子好幸福。迷惑行为大赏，你也有病吧？那你以后也可以去找别的妹子啊。マツリがとても幸せそうな表情で眠っていたから，因为我看到他一脸幸福的，像是睡着了一样。我是真的裂开了。我到底哪里没选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结局？到底哪一条没选对 ？Happy， 令人头秃，这叫 Happy End。形のないもの ，Happy End 这个标题就是没有形状的某个东西。
我到底哪里没神对吗？一共有多少个结局他也没说，我看看他这个文本上面有没有写一共有多少个结局，这怎么看的不对呀、啊、操乱码。太 happy 了，对啊，这个 end 也太 happy 了。不过他一共有五个妹子啊，就说不定五个妹子的线都打通了以后会明白点什么东西。只有红色的选项决定结局吗？就是只有红色的选项是决定结局，中间那些其实都无所谓，我乱选都可以吗？应该不至于全被我杀光吧？我想试试另外一个妹子，看看是不是也这么神经病。我突然脑袋中有飘过一个想法，就是好像突然能够理解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啊，就她自己就是一种病态的爱嘛，她觉得我死的时候是我喜欢的人把我掐死的是吧，那我就等于一直到死都跟她一直在一起，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不行，我不能认同，这两个人就是有病。就是花变成人形，我想看看别的花有没有正常一点的，换一个花，换一个什么呢？我觉得那个紫色的挺漂亮的，那个叫什么秋牡丹还是水仙花，是水仙花，应该是比较御姐的那个。願っていた、ずっと探していた。我一直在祈祷，一直在寻找。僕の望みを叶えてくれる人。我一直在寻找那个能够实现我愿望的人。好きな人の手でこの身を壊せること。一直在寻找那个能够，就是被我喜欢，然后又能够破坏我这个身体的人。この世界から解き放たれること。然后希望通过他的手把我从这个世界解放。所以他还是以前有什么故事没说？誰か僕を殺してよ。谁来把我杀掉吧？誰か叶えてよ。僕の願いよ。谁来实现一下吧我的愿望。僕はいなくなりたいんだ。我想消失。死にたかったのに、いくら願っても世界は叶ってくれなかった。不管怎么许愿，这个世界都听不到我的愿望。いつも楽しそうに笑っている自分，自己总是一直好像笑得很开心的样子。心の中は死にたくたまらない，心中却一直有很想死的一个想法。いつも誰かを笑わせる自分，心は黒い金、总是让别人给看别人自己很开心的样子的这个我啊，其实心中全是黑色的绝望。どんなに辛くても消えたくても、不管有多痛苦多想消失、笑って笑っていなければ、但是也必须得坚强的笑着笑着。僕が生きていくはここは暗く苦しい場所。就是这个地方对我生存下去来说是太黑暗太痛苦的场所。言われるんだ。どこかの誰かに想被某个地方的某个人。あなたは明るい人ね。对，我好像被别人夸赞说，
哦，你是一个很元气很明朗的人。お前にが何がわかる。あなたの笑顔がみんなを元気にするだよって。我好想被别人说你的笑容能给别人带来元气。決めつけないでよ。あなたは周りを照らす太陽なのって。他说你的这种元气的性格是照亮周围的太阳。勝手なイメージばかり押し付けて。啊，他说不对，刚才翻译错了。他说我老是被别人说这些话哈，他们都是只看我的外表，然后就给我这样定义。僕が明るい人間だって誰が決めるんだよ。到底是谁决定我必须得这样子的。僕のことは僕しか知らない。只有我知道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僕に勝手なイメージを押し付けた人は本当の僕を知った。したらみんなは離れてくる。他说那些擅自认为我是开朗的人的那些人啊，如果知道我其实心里是一个阴暗的人，知道这个真相以后肯定都会离我而去的。僕を見るな，不要看我。もう僕に構わないでよ，不要再搭理我了。僕をこれ以上傷つけないで，不要再伤害我了。僕を放っておいてよ，放得我去吧。苦しい旅の果てで、そしてついに会えた。在这个痛苦的旅程的结果，然后我终于遇到了。僕を望みかなってくれる君、我终于遇到了能够实现我愿望的你。ずっと君を探していた，我一直在找你。ここが僕の終わる場所。能让我结束的这个地方就是在你这儿了。安らかな眠りにつく場所。能让我安稳的死去的场所就是在你这儿了。对，应该是有 true end， happy end 跟 true end 应该还是不太一样的。Korea pass， Korea password 卡。这叫什么过关密码卡，应该是过了一个 happy end 会得到一个字，然后最后能组成一句话的意思吧。对，通关密码这个是卡。对，应该是有真结局的。一条，对，应该是一条线一个密码。